这幅作品是 Charles Bibbs 的佳作，充分体现了他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的风格。Bibbs 的艺术作品以其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个人风格闻名，而这幅作品更是其艺术探索中的一个里程碑。他运用鲜明对比的色彩和独特的线条，在画布上勾勒出猫的形象，通过几何图案和象征符号的巧妙结合，让作品呈现出一种神秘而充满生命力的气息。 Bibbs 的艺术不仅是对美的追求，更是文化和哲学的深刻反思。他将非洲美术传统与现代艺术手法相结合，创造出既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又能引人深思的作品。这幅画不仅展示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技巧和创造力，也是对观众心理和感官的一次挑战。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艺术家对于生活本质的探索。